军出击。这么说吧，我就玩打野吧，如果说能让我平安到四级啊，就算不能平安到四级那也问题不大，对吧？我最多我就不要了，对吧？那我就去对面的，基本上没辅助我也问题不大，我跑得快啊，我不用一直在守着线，不用等着被人越塔。那玩一个射手的话没位移啊，玩一个后裔没位移就比较难的。可以，杨戬优先送了一血，下路已经传来了喜讯，兄弟们。他很焦灼，他很担心队友会骂他，但其实我想跟他说一声，你别慌，对吧？你不要担心。哎，我的天，他刚刚是直接狗过去吗？你这也太骚了，老弟。我们的辅助也不在，对吧？辅助也不在，我帮你报一手仇吧，对吧？帮你报个仇吧。哎，我的天，这零位移的呀，你能不能位移一下呀？啊，哥呀，这零位移的呀，我的妈呀，看到我。好，我高估对面的水平了，兄弟们，我高估对面的水平了，你就不能走个位嘛，对不对？那看到我了你还往前冲啊，不往回怼的，我太难了。你看队友都说辣眼睛了，他说他自己送了两个人头辣眼睛，他不是说我。好，我今天晚上还在打那个巅峰，打巅峰赛，打着打着打习惯了，我是认为他会往回走的，结果他们就不能走个位。好，正常高手对决我们都会先送一个人头让对面尝一下鲜，对吧？队友不信你哦，那我不要他的相信，好吧，我不需要他的相信，我还是能够一打九的。不过从这一刻开始我再也不会死了，兄弟们，一杠六开局问题大吗？小问题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个人头，你看你看，我操，可以。那猜测他不位移的，他又来了个闪现，你别叼我呀，行不行？叼我们家杨戬去，去吧，去吧，皮卡丘。刚刚他嫌弃了我一手，对不对？那他就实力啊，来，小老弟，走了，不要着急。对吧？刚刚我们的小杨戬吸收了一手火力，然后他嗝屁了。谢谢维尔的飞机，还有谢谢铃兰的飞机，谢谢两位美女的飞机。防御塔护盾消失，炮车出击。没事，不要着急。可能现在我们有点小狼狈，但是一火屠杀的时候真的很帅，你们知道吗？来一个，两个，我操，你别顶大行不行呀？啊，你这大招是真的很帅，嗯，那把我的人头都全给顶没了，两个人全部给顶走了。你说你作为一个辅助你不跟我也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你还得来搞破坏，我太难了。让我中一次奖吧，孩子太难了。嗯，是的。那这个好像不是房管开的哈，这个火力全开好像是我开给你们的哦，我开给你们的，那我没时间，可怜的，你知道吧？好，他又被
还有被吕布揍得鼻青脸肿。我的天，直接跳大，你真骚真骚。骚的不要不要的。我走了兄弟，有缘再见。好吧，有缘再见，有缘咱们江湖再见朋友。我真没有故意针对他，兄弟们，那毕竟他的走位比较那个嘛，他站位比较比较危险，我想救他的，真的应该很多人看得出来，我就很想救这个杨戬的，你能懂吗？我一直想救他，但是的话每次都有心无力啊，你知道吧，你们能懂吗？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内疚，我很内疚。他开始刷我的爷了，兄弟们。哎呦我的天，这么长你都能够顶到也是可以的。别上头了，别上头了啊！好，他直接把下路给放了，他去上路去了。别急别急，虽然说我们的对吧，打工打的有点多，但问题不大。他还打我，你知道吗？在塔内他打我。云中君没冒头呀，我就怕他针对着我，给我啄一下脑壳。哎呀，我伤害已经逐渐增高了，现在的话我的小黑切出来了。 OK， 我来收这个，我也要。哎呦呦呦呦，还大招呢，射手你发育啊？不用，我发育就行了。我发育就行了，他已经没有，就是说已经没有希望能够超过我了，他寄望于射手能够超过我，兄弟们，他寄托这我们这边的射手能够超过我，然后他就不会那么丢赢。请求集合，发起进攻，上啊，搞他呀兄弟，请求集合你就搞对吧。哎呀呀呀，我的天哪，好空呀，你看他又死了呀，这不我已经配合他了，你知道吧，我过去了，我配合他过去了，兄弟你这蓝要拿的话我崩了呀，心态崩了呀，兄弟我这没蓝了呀，你说我心态崩不崩啊？你看清楚，我这身上没蓝了，空管了，你说我心态崩不崩？米莱迪好好看看，睁大你的屁股，不对，睁大你的眼睛看一下。我操，这么骚，一个两个这么骚啊，你又把我人头给顶走了，这每次都顶我的人头，我真的好难呀。好，他们直接把我们的队友把我们的蓝 buff 给拿了，然后的话来用来压制我们，克制我们，你知道吧。得今晚又得睡这儿了，好嘞爷，得嘞，您睡好好吧。如果说有点冷的话，你要自己注意，对不对？这毕竟的话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对吧？就只有纯白这么一个服务员。我操！他出大招了，他点大招了。点快了一点，他要点慢一点。对面的云中君玩极限啊，兄弟们，他玩的挺极限的，对吧？如果说你觉得有点冷啊，你可以跟我说，对吧？可以给你加一个被子。那如果说被子都无法让你温暖的话，我可以把那个冷气调小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这个蓝就不能拿我的了哦，拿我的我就崩给你看，我跟你说，你再拿我就崩给你看。好，你也想抢吗？我这
每次到拿蓝的时候我都必须要留一个惩戒，兄弟们必须要留一个惩戒，不留的话呀那都没意义。叶凡凡凡，哎我的天队友都站起来了。那行，来两个位置，你真骚兄弟啊，玩极限每次都不开大。哎你还真敢要啊，被子你这还敢真敢要啊。好，一会儿给你安排两条好吧。哎我挺难受的你知道吧，就搞你了。我操，奶还是回得挺厉害的，回血回得好多呀，蔡文姬。可以，我们的队友再开一手。哎我操，你这都能猜到我，没事，问题不大好吧兄弟们，只要我身上有蓝的，你能懂吗，就我有我在对吧，就没意外。哎我的天我的天，我的个妈我的个妈，可以，我应他一手他想要回应我一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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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生气了小老弟啊，还有你劈我来，话里胡说，老弟这个人头都别抢，我操别动我行不行呀，啊我太难了孩子太难了，我的哎还有一个，我操你都死了还得让我发起进攻，你来奶妈。嗯可爱，跑得挺快，躺了、哦、我的妈呀我这还算躺啊，啊我这还躺呀，你妹的我这还躺呀。